想会的喂。咱们就跟他 battle 一下。走。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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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我是你的妈妈 MC 克。哎呦，我这边我是你的鼓手呢，还撇撇。我们是高飞。哎们。啊啊，哎，看你这一身打扮，好像也是个 rapper。你混哪的呀？哎呦，有东西哦。哟，有备而来哦。啊。这是 battle， 来自马来西亚。你问老子混哪，我倒要看看你混哪啊！平时写的歌歌都是我自己包办，呀，哎，洗洗睡，哎，洗洗睡，哎，跟着我 rap， 哎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有点不是太脏啊。其实我们是喜欢 rap， 我们不会 ，so 可以请你赐教吗？那我来教你们几招吧。好。Okay。其实 rap 呢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们要 rap 的话，其实啊就要从生活上的一些方式去做到感觉。有 ，OK， 现在我就提问啦。好，你们觉得说在你们生活中，你们发生过最就记忆点的一件，就是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事情是什么，或者一个东西？就是我的猫在我身上大便。OK， 你的应该是大便大不出的时候。我今天就用这两个记忆点来做一个混一个 rap。哎呦，来了来了，大变哥！来来来 ，music drop the beat。哇，还有音乐。来，啊啊。有哎。啊。告诉你怎么把大便打出来啊！首先不要抱着你的猫猫去厕所，哎，看着它太可爱，我打不出来，打不出来。哎，大便大不出来！呀，大便大不出来！哈哈哈哈哈！大便大不出来！对，我就是大便大出来了吗？因为我跟你们说，其实 rap 它没有那么的严肃，接下来应该是比较白话的方式。那其实我们可以修饰的更漂亮一点哦。对，如果是我们就是我们现场，你叫我们来一段，我们跟着你学的这样子。OK， 就关于 Sunday morning。Sunday morning， 然后今天早上呢，你要讲什么可以 ？DJ Drugs Beat， yeah。哎，嗯，啊。Oh, oh, oh, oh. This is Sunday morning， 今早起床赶着去录一个音，哎哎哎，还有事情对，yeah， 还有事情。This is Sunday morning。星期天早晨，星期天早晨，跟着我一起说，星期天早晨，星期天早晨，还有自信店，还有自信店，这里有很多帅的美女，耶，帅的美女，就是我，就是我，哎，好，我们学到了，那么第二招应该要怎么做呢？那除了知道那个要把生活化的内容带进音乐里面，还有态度，就是把那个态度带进 music 里面之外呢，我也教你们一个 pebble， 就是 bouncing， this is a body movement， 就是 it's a body movement， yeah， 好，跟着我做，就是 bouncing 的时候呢，放松，然后放松脚呢，膝盖是没有伸直的， OK， 对， OK， 膝盖没有伸直的位置要弯呢，对。你别走。我要把你给他踢我出来。要举三个。其实就是因为他们黑人在跳舞的时候，要街舞，街舞跟说唱的时候，他们的膝盖是没有伸直的，因为舞蹈员本身他们膝盖是不能直接伸直，会伤到那个韧带，所以就有一个这样的。传统流传下来。哦，对呢。那我们现在我们都是膝盖微弯。哎呦，谢谢今天 Vessel。哇，我们真的是很开心，就是 Vessel 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。那其实呢 ，Vessel， 等一下。
其实呢 ，Vessel 他是本地的一位创作型歌手，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呢，他也入选成为 The Voice 叮当队以及森林之王。哇、wow! ！那其实 Vessel 你就玩音乐有多少年了？其实我小时候喜欢音乐，然后长大希望可以做创作人、创作歌手，所以12岁开始玩音乐到现在至少有13年了。13年嘞，哇，超久的。哎，那你平时编的曲是偏向什么风格的？就现在的话，我平常其实编蛮多风格的，因为我平常是以编曲为这个接案子去工作嘛，所以编的风格很多。可是个人喜欢的话，我喜欢陷阱的音乐，陷阱音乐、就是、trap，、oh, okay. 就是 hip hop 的一种。然后还有就是摇滚音乐跟抒情音乐这三派。哦，如果你们想要听他的这些歌的话呢，可以去到他的 YouTube channel， 这里有很多他的作品哦。好，那么想问一下，就是你对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还是期望吗？我接下来其实我在今年呢，因为疫情期间我都有很多灵感，所以我写了不少的音乐，然后我已经上架到 iTunes 了，所以我接下来计划就是不断的发歌。那接下来9月到10月份我就会发一首歌叫做 Ice Cooling Ice Cream。哦，是非常帅气跟甜的一首 rap 歌，哇，真好期待耶！而且这个 MV 我会以一个非常新的造型出现，大家记得期待一下。哎呦，那么我们都是可以在你的 YouTube channel 看到，对不对？对，也要为我的主打歌打打歌，我的 Social Distance。哦，在我的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 上面。哇，超期待的！那么希望呢，大家也能够多多支持我们本地的创作歌手，也希望对 Vessel 你的前途光明啊，就是能够做出你想要做的音乐，然后带出我们大马的这个色彩。然后今天也非常谢谢 Flippy 来跟我一起分，有我在，不要，那是我的活命，我是你的药。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主持人，对不对？开心。觉得很兴奋啦，对，也谢谢你的到来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，记得按赞分享，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说一下你喜欢的嘻哈歌手有哪位，看看你喜欢的是不是我们也喜欢的。好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多多分享与点赞，也别忘了要订阅以及按下旁边的小铃铛哦。这里也有我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，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到无法自拔，或者是讨厌我到不行，那就赶快来 follow 我吧。